一生是上道法，诸佛世界成就，回力沙婆人观那，善卡法道立心，大忍不舍众生，缘天一生是佛啦。这就是爱甲大家人讲，佛陀啊，来人间啊，就是啊，为着一代事，好这一代事啊，是咱生命慧命非常真正的密切的代志。不过咱众生总是呢，时时都对家己轻视疏忽啊，凡夫啊，就是一直迷失在咱现前的境界，所以呢，不断的堕落，不断放纵自己，这是咱凡夫，所以永远沉沦六道啊。佛陀来人间，就无为着什么，只敢那为着一大事因缘，希望人人会当体会佛心，希望人人呢会当立佛一生真实实相的道法，让大家人会当了解。咱要及时啊，从迄个迷茫中跳脱出来，这是佛陀慈悲本怀，为着度众生，伊不断施教，甲大家人讲，过去伊嘛是真用功啊，伫真侪佛的时代，伊不断呢，就是啊，修行，伊啊，真正呢重视佛法，所以佛所教的教法，绝对呢是信修奉行，所以诸佛啊，所有的法，世界成就。所以回力沙婆啦，来立人群中，在这个沙婆世界啊，人呐、啊、就是最刚强，难雕难伏啊。常常呢，就是已经开始精进啊，精进呢，都搁在堕落海底。这叫做恭敬啊，所以伊都爱用善卡的法来度入众生的心，众生的心呢，是毋是有够法度入来咱的内心啊？无，心门若无开啦，搁较安怎的善法啦、啊？还是呢？隔在咱的心的外面，无法度通度入来吼，所以咱就要把门打开，心门无打开，那法啊无法度度入心啊。不过佛陀呢，还是大忍不舍众生，伊用大慈大悲啊。大喜大舍，都要面对着这么真多呢，刚强难调伏的众生，伊必定爱大忍吼。大忍呢，就是因为一念不舍众生的心，不管众生是安怎刚强嘛，佛陀呢？还是用宽阔的心啊，忍得住呢众生啊，这里正海带公共对落，所以爱
言天一心是法，为着众生，所以伊这份言呐、啊，还阁是不断牵条嘞，唔敢放弃啦。因为众生啊，也未得到一心实相，也未真正体会到佛的道理啦。也无真正明心啦、啊，这个心也未明啦、啊，所以人人本具的佛性也未呈现出来，所以佛陀无忍啦、啊，很不忍啦、啊，不忍众生安尼个一直堕落、啊。各位，佛陀怜悯众生啊。众生爱感恩啊，感恩回报。佛陀呢，无有要求什么回报，只干那求众生能得道。咱的得道啦，把这个法道入心来，就是回报诸佛的大恩。所以希望咱真正爱自我啊，好好反省。敬听是安怎？咱若小可较忝一下，啊，咱都停停体，袂当通静静的，这都爱看咱大家人。所以问心啊，这是咱人人的时时爱家己自问吼。过去，佛陀用种种的方法，众生都还阁遐尼恭敬，何况啊！现在呢，开始所要讲的法啦，那就是第一稀有难解的法，这敢大家人有法度接受呢？是毋是需要讲？不过佛陀的慈悲啦，安尼提醒大家人，还是呢继续还是阿讲咯吼，所以要甲大家人讲，未来所要开始讲这个法呢，是难解稀有的法吼，这一定呢，人人爱真精进啦，因为呢稀有难解的法。迄、那个境界呢，唯有佛甲佛才有法度呢，究竟体会到过去诸佛的法，释迦佛接受啦。现在的释迦佛呢，要讲的法是未来的诸佛也爱接受，安尼呢叫做佛佛道同吼。常常跟大家人说佛佛道同，但是呢，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的佛，都不能离开呢这个稀有难解之法。大家人一定呢爱了解吼，那这叫做一心法啦。安怎那会难解呢？难解。那就是难知啦，啊，你都唔知呀，啊，要哪会当了解呢？咱凡夫啊，哪会这个法？安尼佛陀讲遮久啊，啊，咱还阁唔知呢，啊，唔知就无法度理解呀。所以咱一定爱求知，求知呀，咱知才会悟吼。所以啊，爱求什么知呀、啊？知就是佛知佛见，咱爱知影佛所在的代志，咱爱有甲佛同款的境界，这呢就是咱爱知。所以咱若会当
将佛的教法咱拢总知甲见啦，自然呢都无有难解之法吼、哦。所以啊，不知就是不悟啦。那既然不知呢，悟又几难吼？唔知影哪有法度通好悟呢？那知，佫都爱解哦。是理解了后，才有法度呢悟入啊。啊，悟入呢比理解佫较困难啦。所以因为安尼叫做难解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因为这么正难解啦，所以才叫做稀有，这是唯一的一个法吼、哦。唯一的法呢，就是一心实相的教法。佛陀说法四十几年，就是敢那为着这个唯一实相，这个一心实法啦。所以稀有嘛吼，所以真难解啦。方便品净慧嘛有安尼讲啊，诸佛智慧啊。心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解难入，就是讲过去的诸佛啊，那个智慧的门是心深无量。但是呢，咱大家人拢自认，咱拢一个是凡夫啊，自甘堕落，都无有愿意要精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智慧门啊。凡夫呢，就难解难入啦。所以，咱若想要学佛啦，无想要伫即种的六道，由不得自己的轮回。那么，咱应该呢，把握伫现在啊，赶紧呢向佛法精进啦。也那么呢，佛的智慧门啊，咱永远都是。难解难入啊！所以诸法实相是啥物呢？诸法的实相就是即教，即就是即正的意思吼，无量义经啊，正即清净啊，自然希望正即清净是伫咱的内心。咱了解呢，人人本具啊，的佛性都是寂静，或者是静静。咱若会当心静静啦，那就会当寂照。咱的心那是清净啦，自然呢，大圆会见吼，这这面大圆啦，真圆呀。清楚明朗的心境，自然呢，就会当照耀天地万物宇宙之间的真理，这叫做大觉吼。所以啊，诸法实相呢，就是寂照，寂就是寂静的意思。咱的心有定定安尼真清净，也无无有受着遐名利啊来诱惑咱无？咱是毋是有受着迄种诶啊真侪呢贪着啊？安尼呢？伫咱的心伫咧起无明，也无咱咧定定反观自照吼照。咱家己的心有污点无？有无明无？吼，所以照就是照明，叫做反观自性啊。以显中道实相一定，
中道实相，真空妙有，真空咱唔通执着。那妙有呢，咱来殷勤精进，因为世间既然的凡事啦，分析过来呢，一切皆空啊！啊，有什么好搁再计较呢？所计较到头来呢，拢是无有的代志吼，无的代志啦。所以，咱安尼计较作业到头来呢，还是时间过生老病死啊，还是呢一场空。但是呢，生老病死这个经过的作业啦，那迄个因缘果报也是伫咧，那是妙有啦吼。所以咱必定呢，伫这种真空妙有的中间，咱来起伫中道，咱这个中道实相透彻了真空。所以凡事都要赶紧放下了，放下了贪嗔痴五慢怀疑，这些都要放弃啦。那么天下众生啊，因为因缘果报轮回苦不堪啦，咱了解啦，咱来赶紧发大心啊，哎，精进自我解脱，引导人人呢，同时呀，会当行入菩提道，这呢叫做中道。那不执空啊，确实呢，会当实行妙有的真如的法吼。这个妙有呢，那就是咱的真如吼的本性。真如的本性就是佛性嘛，佛性呢就是不染众生嘛，这种不执着的啊，世间一切确实呢大念不暇众生，这呢就是妙有啊。这希望咱人人呢起于中道实相，安尼去实行，在定。是你从内修啦，身体力行所得来呢，就亲像过去释迦佛啦，在百千万亿诸佛所修行精进，那到现在呢成佛，这是万德俱全啦，安尼呢成佛啦，同款的道理，咱那会当这。了解了，发了后，自然呐、啊、就显出中道。那咱会当心即静啊，那心真明啊，安尼呢，就是会当伫中道吼，即静就是空呐、啊，空掉了一切。那明照呢，照明呢，那就是了解。世间万法的真理呢，咱已经明了，也过会当呢，带人人啊来了脱。也那无呢，这个世间啊，永远作业啊，啊都是没完没了啦。所以这叫做中道吼。第一，了解寂静的道理；第二呢，爱会晓明照呢。天下宇宙万物的实相，这叫做中道。那这叫做本觉的道理。本觉就是爱看咱家己哦，吼，咱是不是有觉悟啦？所以讲实相者，就是你本来希望之相。咱唔在地无始以来啊，到底呢？咱做了多少年真多的业吧，咱的无明啊，得生生世世哦，无法度头清楚了解，不由自己呢，不断地业缘牵引中，咱过去一直呢，就是
凡夫，一念无明成为凡夫，无始以来一直呢，就是伫希望的内底里呐。咱现在开始要离了这个希望，所以回归咱的本格，安尼呢，就是叫做诸法实相吼，啊，就是一切种子啦。一切万幻的，不管咱对什么款的代志，希望的，咱拢总舍弃，就叫智慧啦。一切种子呢，呈现在咱的脑海中，待人接物啊，等等的事物呢，咱拢真清楚吼。这呢，就是一切种子，嘛就是实相，啊嘛是。一生实相的道理，这就是稀有的法啦。啊，唔知大家人呢了解也无吼？那佛与佛会当通哦究竟这个法啊，这个佛甲佛呢是伫多位啊？伫咱大家人的心窟里吼？那诸佛的法团和释迦佛。释迦佛的法传予未来将成佛的人，所以呢，佛佛道同啊，一脉相传啊。啊，要传的是什么？一生实相的法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人这段文爱真透彻了解，稀有难解之法，为佛以佛乃能究竟，吼。过去的佛、释迦佛，甲咱未来的佛啊，大家人呢，这个佛性平等啊，会当通究竟了解，只爱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